点击来自关注我们。丁香是一种钓鱼人都不会陌生的东西。在制作饵料的时候，我们有时会用到丁香来做小药添加剂或者药酒。尤其丁香对于鲫鱼有非常大的吸引力，用来炮制酒米或者添加到饵料当中都有非常好的诱鱼效果。所以现在想要介绍一款丁香中药酒米的制作方法。大家喜欢自己制作饵料窝料的可以试着制作一下。不用太纠结于分量是否精确，因为任何自制的饵料都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整，可以参考一下搭配的方法。材料：5片维生素 B， 20克丁香，50克蜂蜜，200克小米，500克大米，曲酒2瓶，牛鼻剂一小支。具体制作：将一瓶曲酒全部倒入酒坛内，放入丁香密封浸泡，大概10天左右就能够泡成丁香酒。然后将大米与小米一起在锅内炒制，达到炒出香味的程度即可，取出晾干，再将5片维生素 B 研磨成粉，带上树三大步骤完成后，将经过加工的大米、小米装入塑料瓶，再倒入泡制好的丁香酒，大约50克左右即可，同时加入蜂蜜、牛鼻剂、维生素 B 粉末。待其混合均匀后，再把剩下的一瓶曲酒倒入瓶中，覆盖过酒米层即可。最后只需要再盖上瓶盖后，用力摇晃塑料瓶，让瓶中的各类材料充分浸泡，再放置3天左右，整款饵料就制作完成，可以直接使用了。这款酒米既可以用于打窝，也可以混合着其他钓饵使用，对于窝点周围2-0米内的鲫鱼都有着极大的诱惑作用，会引得他们争相抢食，如此大家就根本无需担心鱼货了。